你的后半生。
生的时间也不长了，虽然人老了，人老了到了，我们还是不懂，所以真的是睡不好，难怪吃饭。你家乡方面，我可能家乡不太懂，要请个旅游啊，分啊。我儿子到美国来留学，我和我的太太92年第一次到美国来探亲，那一次来参加呀，很隆重，是一个美国教会很大，在那个前面啊，一个像一个洗的那个池里面啊，洗的池很隆重，但是我呢。对这个位置不认识，看看人了啊，以后呢那个我儿子媳妇呢听到吗？是啊，不是那个这个教会这个教名我这个写好像是这个比较重要的话，碰到我女儿那个学校里啊去看看啊，就碰到了我们北京啊科学院朱立红，说我们才刚打老虎，你下雷锋啊，下什么啊，是吧？下兵的人，我们这个学习改改变了一个观念，是吧？过去来讲，从我我才一干员工，我呢是一个科长，下面呢有30-40个不喜欢啊，这个叫古镇啊什么的，对吧？我们。之所以能够认识你呢，是因为有一个愿意顺服你的腓力，主啊，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个愿意顺服你的腓力，被你来使用，将主你的福音，将主你的祝福带给我们周遭的人，为着我们家人还没有认识你的来祷告，求主你亲自来拯救他们，到底赐给他们有认识主你救恩的智慧，就像主在许多年前你在我们身上所给我们的怜悯，所给我们的恩典，要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你，从黑暗的时代进入在你光明的国度里。我们也感谢你在这世界里当中。